你想打好，没有来，啦，你没要有不要很试确试认赢。看？哎，为什么我进入红色状态？骑面族想打你啊！哦，好，那我跑了。好了，马上就没放了。可是我要分卡星。我也地图不能乱打，不能乱走。带我走这什么崎岖的道路啊？没关系啊，我也在很奇怪的地方，因为我跟着百姓的屁股走。对屁股。哦，遇到了。哦，我要他老巢了。是的呢。哎，会死人哦，会死人，你小心哦。就不太靠近哦。给他机会，我先跳下来一个。哎呀，我直接掉下来了呢，直接摔。喂，我觉得那里不太适合哇，作战。我下来啦！哪里不再适合什么？瞧位置你说啊，上面的？你说上面那个小平台是吧？瞧位置啊！哎，那里真的很小哎，而且双我刀喜欢人这加里起。啊，是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跑过去了，哎，跑去追那个了吧？加油！他来追我了啦！可是我这里位置啊，哇哇！干什么啦？在干嘛啊？哎，这个任务是不是死了没关系啊？死人？就是死掉会有关系，是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啊！哦。任务，对，好吧，那我还是比较靠近。我想说，想说这如果不是没有一那个，般任务，这是调查任务。呵，这不是一般地图。我们过去看看，最佳观战视角。炸毛了，炸毛关心我刚刚在激动什么？你们吃掉我是无所谓啊。了。加油！呜、哦。他死掉了，没事哎、欸。采花花，采糖糖。哎、欸，话说我们有个客人，糖葫芦没带回家、欸，哎，在我们。冰了2天1夜，所以你吃了吗？哦，没有饿不2天1夜，真的傻死，不行啊，给我现在都融。他是付了钱没有来拿，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他忘买记？完以后没有拿走，可能是忘记了吧。哎呦，这次伤害更高了。为什么你有巨大皇冠？哦，大金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那个特另外殊的场个地，体，那这只很大只，我的肩膀，你的什么东西？肩肩膀，膀，肩膀还好吗？你的肩膀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你应该是落枕，我觉得，不我觉得可是能，落我枕昨晚睡前就在痛，真的，唱歌唱一唱，你还是我们没松事散啊，的。因为你们唱歌是前一天的事，不是吗？我钱不够，QQ，什么钱？我要3万块，我去打一场甲虫，要不要会给你啊？你看，我刚刚也有教他，哦，你说那个甲虫，对，对呀、啊，打甲虫赚个钱，对啊，你去啊，啊、哦，看你鸳鸯还有可以什先么，看剧情，对那吧、啊？我就跑主线咯。好啊，不是你的主线就是要找那个啊，吃火龙啊，哦，我教你来。生态研究所。你烤羊可不可以去啊？看一下哦。他说要先讲找生态研究所。找啊。嗨，嗯，
吴老师要拜托你，还记得把票用掉哦。啊？蛮恶龙的调查。吃火龙。可以耶。更新魔物图鉴了。哦，更新上位的是吗？是一营地还是一营地啊？一，一下去，然后就是上下层打一打，进小洞里面，东西拿也拿再出来。啊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刚刚刀是不是可以往上升了？还是我们先把刀往上？可以啊，然后你等一下就是他最后结算之后，你就是甲，就是你看甲虫类的东西都是卖掉。又留那些像香菇啊，或者是一些果实的就好了。有没有听到？嗯。真的吗？他会给你什么异魔啊、甲壳啊，或是一些什么魔物的什么异体啊，那些都是卖掉的。异体是有人进来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刚刚要出发，他不给我出发，说我另一个队友。啊？对啊。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看不到人啊，然后我又从。大哥，你旁边是不是有人？好可怕！就跟昨天洋洋麦克风的那个一样啊。洋洋麦克风怎么了？前天那麦克风不是一直有我们，他有我们听不到的声音。哪有啊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有没有你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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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啊？你说那个王国之战的时候吗？对啊。歼灭。一样啦。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啊，好可怕！旁边就是有的不承认，讲话别乱讲话，快啦！你的主线啊，到哪里了？哦，还差龙脉结晶，哇！哦，挖矿而已。要去上位，上位地图都会有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那不然我先直接主线好了。你的主线是什么？他说要，我看一下。蛮恶龙，你要挑战看看吗？狩猎上位蛮恶龙是吗？是的。你可以先进来，然后看着我打。我进去，你的血量就被2.6倍了耶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进来，我血量会变多哦、啊。你说龙的血量會變多，怪物的血量不是你的。那不然我先试一下下。好。我要去哪里啊？11都可以啊。你家的狗，我听到好生气，胃肠炎，他怎么那么生气啊？对啊，他死了，不知道咧。汪汪，还在看到什么猫咪之类的？你都不准人家讲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讲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是说看到我看到什么？我家怎么可能会有猫咪啊？你在想？对啊，就阿飘而已，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啊？就只有阿飘啊。欸、我家连蟑螂都没有呀、欸！有观战哦、喔，那什么观战？换男角了？没有啊，这是女角，她只是穿的比较厚一点。我观战了。慢慢来，我还在吃饭。可以鉴定食，还是一样。我什么时候食物才可以吃别的、啊？怎么食物都是一样？有观战吗？还是那是 PS4 才有的啊？啊？我怎么可以挖五次化石、啊？你忘记你有那个护石了吗？对哦。所以那时候我做那个护石，叫你早点做的原因就是这个啊。哦。看我对你都是最好的，都不相信，就觉得我对你凶。我们两个都一样。没有啦，反正最好了。你们两个都一样。我对你们那么好，哎、欸，你的主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们都只会觉得我凶，听不下去。我很难过。我迷你哦。有耶！我们不是那种人。在笑，谁在飙？他移动我的那个视角的时候，表示东西在他移的那个。对啊，你看一下你小地图，他已经出现了，有看到吗？对啊，电话那头灯，可知道？快点拔！尖路。哎，这个地图还有什么？我看到他了，是那只吗？还有什么？就暴鳞龙啊，还有那个土托鱼，哎、欸，土托鱼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锵锵的、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第二还第三的部分，我看一下哦，没有吧？哎、欸，那个一下，
参加，然后嘞，你会区域啊，任务啊，然后就选营地了哎，没有你说的观战啊。虽然这只魔物是怕水啊，不过就是其实雷的也可以切得动啊，只要切到对的位置，像你切，哎呀，它的尾巴或它的脸。我是切脚哎、欸，因为我的没关系，你就是切脚，你切脚会让它失衡，它就会跌倒。我往它撞哎、欸，我是白痴吗我？我现在是鬼人化还是没有鬼人化？你当然没鬼人化、啊，你体力都没有扣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看其他营地啊？哎、欸，他自己转过来给我回。我看其他营地，你说开启其他营地吗？就是我要怎么看到？哦，找到找到了。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哦，对，找到找到了。嗯，好。哎、欸，我打不到。请按右键。他要喷火了！他要喷火了！哦，他喷火，他以前不会吧？哦。哎、欸，繁星，干嘛？这次龙以前会喷火的吗？会啊。嗯，为什么？他一直都会啊。哪里啊？今天打的。哎、欸，他不让我不让我吃啊。第二还第三的血单，不够不死。哦，还是我可以哦，先进去这个，先接嘛，参加任务。他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他鼻孔张开？他鼻孔张开就是会喷火。对，所以你进来了。哎呀！还没。哇！我要死！然后任务的要干嘛？我要超压血的，我的妈妈！其实你可以过，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。碍于现在是开台阶段，想说不要让大家等，不然就是我等一下关台之后，就是可以让你慢慢享受了。你跑到没体力，你还问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在吃东西。哦，这场有。好，我来了。熊来了，对他，哎、欸，这个火是直接满血，然后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好的，我的好痛哦，我的妈呀，他撞的都没那么痛。再就是因为装刀缺点就是没有那种位移技能，可是右键不算吗？右键不算啊。他也不算是位移技能，是说保命技能啊。啊，跑掉了。就是没有保命技能。大概懂。不过你到后面就可以克服这一点啦、啊、你可以克制花吸血，就是你可以打怪吸血。哦，打怪回血吗？哎、欸，这样的话以吸血的话，以双刀来讲应该蛮强的。就。你又看到你的血量是就咻起来啊，那其他直接是一大格一大格起来，你可能就是血压慢慢升高那种感觉。了解。像太刀保命技能就是可以格挡一次招哈。哦，不管什么招吗？也没有到什么招，很多招啦。我哎，那我可不可以去附近逛逛啊？矿啊！等一下，他在给我，去找看有没有红色矿啊？对，我就是想找有没有红色矿。他是不是在追我、啊？不是，反正你跑就对了、啊。你就不要在附近绕，他就是想去找你，你还在附近绕。啊，我在附近绕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我还看得到你耶，小姐。我拔一下仙人掌啊！没管到，加油！加油！
酱油叫你啦。不见了，他怎么又不见了？你可以不要在附近闹吗？他跑去找你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等下不要叫啊！不要，我看到他的图示。他就在你后面了，好吗？我有在看我的。我真的很累呢。我会迷路吗？不知道去哪。而且觉得别的地方不是也会有？我看到红色的。哇！打我好累哦。我杀龙，那是我。他还在追你，我的天哪！真的假的？可是我附近有那个小人呢，没有办法走哎，怎么办？就轻过过去就好了啊，怕什么？我就把他打死啊！他打死？我的天哪！他好爱我，怎么办？那你打他，欸、你过来打他。没有，他回去了，他没有追我了。他没有追，哎、欸，好像还有哎、欸，怎么还有红红的？他真的有点爱我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的错，他是真的在追我。来打他。我来打他哦。对啊。好吧。他就是追你啊，我追他也很累，我的天哪、啊。所以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他回来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干嘛？好了，他有人，他如果有追我再看。但我这边还是红色的啦，感觉应该是还有，还是我不要跑太远。你就是要跑很远呐！你刚刚是跑，你刚刚是要跑不跑的？哇！会死啊！偶遇的，继续。我这边没有了，我这边没有红色的圈了。那边不会有，因为他如果在目标带我的话，不就会有。哦、你是说红色这个、哦？我以为你说红色矿。我刚刚是哎、欸，一个地图有可能有很多红色矿。其实它有固定的位置。啊、这个是死掉的路龙哇。别我，因为我刚刚有挖到一个红色的矿，可是没有拿到我要的东西。欸、白痴，我不要再把我引回去那恶龙那里。我、哦、这边是一个山嘛，白痴。这山还在。看一下地图，拿肥料弹丢他，不要弹丢他，赶紧打屁呀、啊！哇！你还故意玩笑我的心？呵呵呵呵，怎样？你又拿吃的回来了？我没有。那你拿什么？你手上那一包是什么？啊，我没拿东西啊。我刚刚是喝水。你会喝水耶？废话，只喝水，健康。哎呦，红色的。哇，都没有我要的东西。本来啊，红色的矿算稀有吗？还是还好？还好、啊。哦，真的很普通。
都要上去干嘛啦？你又看到谁啦？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看你附近。去找你们喽！你快来，反正要踢脚了。我不会踢脚啊！这只龙超不乖的。是你不乖好吗？你跑我附近挖矿啊，跑去追你，我又追不到他，是谁的错？谁的错？怨我的。哎，对我装可爱没用，对我装无辜也没用，兔子这样都没有用了，更何况是你。他表示没有用啦。不好啦，那就是要骂的啦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是很多理论的。是啊。你在那边装无辜，装一装，装的奶奶奶奶啊，还是一样犯错。哎、欸，我第二次很乖，我跑掉。恭喜。我说我第二次很乖，我跑掉。啊？他说他很乖，他又跑掉。第二次。你看，那是不是第一次不乖？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嘛。那、啊、是不是要骂一骂嘛？是是，白天做的事。有了，我逐渐离你越来越远了，我应该飘到下面。我看到他吃肉，好饿。不要再看了，他看他的角色吃肉了。好了，你可以过来了。你可以标记这个有个尾巴的图案，他尾巴断掉了。累了齁。对啊，哎，我好像跟你们在不同层，所以应该可以。我不同层，在臭氧层哦。别想尾巴。哎呦，你要拨尾巴，快拨、哦！来了，可是我过去，他是不是就要揍我了？他要去睡觉了，你要赶快就来。我要去了，我要去路上了，路上。没事啦，给他打两下不会死。会啦，他刚刚被喷死了。我刚刚被喷一下就死掉了。那再喷一下，哇，左右都喷一下才平衡是吧？欸、这边有红矿啊，你那边哦？对啊，我应该会碰到你。这个啊，对，左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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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有东西。阿门。没有，还是没有我要的。好啦，我要抓咯。等一下，我发一下、欸。他会醒来吗？当然会啊。好，你先抓好了。他不醒来怎么抓、啊？你先挖，你先挖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你们两个。我也在挖。也要挖到，挖到，挖到。我的肩膀。你去看个医生啊。唉、啊。我是不是老了？你在我面前讲。我发现，我好像会回到。哎呀，有了。魔物的男生是不是都长得比较不好看啊？啊？魔物的男。怎样？是不是长得比较不好看？我感觉很少人玩。很多女生都玩男生呢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还是我们这边女生比较奇葩？没有，这里的人物太丑了。也是。嫌弃。这里男角太丑了，因为我本来也想唱男角。哦，可是发现太丑。对啊，怎么挑都觉得很丑。真的假的？我是原本有想。想一秒，然后就不要，我要女角，我要妹子。哎，我不喜欢大叔型的嘛，喜欢大叔型。你不喜欢大叔型的？不喜欢啊。你的收获箱全满了，要跟你讲几次是啦？哦，我吗？就你呀、啊，我只能看到你的画面啊、哦。嗯，这个吗？他
多久会？你就算那个场次的。你看一下你要什么材料，那个材料跟你讲说几场。好，材料还是做回复药就好啦。就先炒药啊，那药草还不够就改药草啊。因为你有那个啊，你现在还没有，往后面一点，可以增加你的那个里面的容量。容量增加什麼？哦，你说那个他刚刚给我的那个容量，我给你的容量，养殖的容量啊。对对对。关掉。狩猎大型，狩猎大型。这个，它要三只哎、欸。三只就三只啊。那比起你这些要找的好吧？旺。旺旺。不要。有没有瘴气值？反正迟早会解完的。我就看一下我刀能不能升好。大热天穿这样好热，看起来。那铠甲，收集了叫出去。哎，对，猫没有出去。可是要看猫是不是要去第三期的那个、啊、营地那边。不用啊，你回你的营地就可以了。哦，我自己的都可以了。你都回我家吗？对，回你房间。好，好，等我一下。不转。不转。这里。对啊。哎，这是小屋。我从来没有走这边过。问你的猫。哦。然后有没有那个？对。礼物领取。欸、他们拿飞雷龙哎。哦。他们好强哦。然后再叫一次吗？啊。看一下。特等小屋，可以升小屋了。升上屋了。要哪一个？有我的、啊，有你的，有看到？哪个？这个啊？哪里？哦哦哦，繁星，哦，有看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。然后呢？看你不要动好不好？我在看呢、啊。好啦好啦。好，往上，往上。第四个。瘴气，这个瘴气，哎、哦欸，这个，嗯，随便选一个都可以，第一个吧，一个有草，欸、去吧。所以我是花钱雇用你的猫吗？搬迁小屋，耶、yeah ，哎、欸，是特等吗？特等，耶、yeah ，我要变豪华的家家，哦，太豪华了吧！哇，好宅耶、欸！呜、哦，还有猫咪在帮我弹琴。有弹琴。手太短了。真的假的？太爽了吧！我的妈呀，好可爱。当然喽。什么按摩指甲？哪里？好帅哦，刀还放这，还管家。只龙，嗯。你生了没啊？生什么？就哦，还缺矿哦。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床可以躺。要打磁火龙。哎、欸，可以休息。谢谢追水。我看一下，好。哦，这是我的。哦，原来门不是这里，走错了。想说那应该可以进去。我进去看一下啊，我不知道是他是缺几个，就应该还缺，刚刚没挖。有话，你好。哎，空龙的上马。应该是有。对啊，还是差。他可以看到他要几个吗？还是现在就是、啊、他总要三个啊。那我现 在箱子里面只有一个啊。一个，所以我还有两个。八，走吧。那你要打什么？跟刚刚一样的。你要打什么好吗？我要打什么？他是每个地图都有吗？还是只有刚的？你只要打过一轮，就会加一点点。什么意思？
帮我记这个啦。